在中国是吧，最赚钱的行当应当就是做婊子是吧，应该是彻头彻尾的做婊子，这个才是最值钱的。比如说公号老婆是吧，你看这个，我昨天这个亚太股份买进去，大概是5.31买进去是吧，他今天冲高一下马上就回落，然后我就5.34赶紧卖掉是吧，因为他反正每一次都这样，只要我买进去，那他一般都是冲高一下马上就走了是吧，马上就得往下打这样子。那这个今天山东海化还差不多涨停的是吧，涨的反正就是涨了9点多这样子嘛是吧，因为我不在里面，我主要的那个那这个亚太股份我买了4,200股嘛是吧，4,200股那就是那个手续费扣一下可能会挣那么20-30块钱是吧，所以说在中国最挣钱的就是做婊子是吧，并且这种婊子是不能沾任何一点的爱情的成分是吧，因为爱情这个东西在中国是最不值钱的是吧，不但不值钱还能够给你带来无尽的灾难，是这个样子。他共产党一直提倡的就是这个啊，这个做婊子是最值钱的，你看是吧，像公号老婆那样子的做婊子，他非常挣钱是吧，非常挣钱。还有当然他不但做婊子，他还要会行贿受贿，就是这个生意，这就是生意是吧，这个生意做得好，这个生意做得好。他们昨天是吧，这个东阳光复牌了，昨天是跌的是吧，然后也在里面也在里面做搞舆论是吧，说有的人已经知道了是吧，知道会暴跌是吧，那可能这个就是他们故意的嘛是吧，故意。这个我也不知道，反正他就是他们有权利嘛，有权利。总的说，因为你这个一定要做彻头彻尾的婊子才行，在中国是吧，因为做婊子的话，这个男的肯定的当官的是吧，是又矮又丑的，肯定是又矮又丑的是吧，那这种又矮又丑的他就是说他这种人升官发财是比较顺当的是吧，不会，因为这个社会是男权的社会是吧，那上面的领导看你比较顺眼啊，你是乌龟王八领导都会看你比较顺眼，只要你是乌龟王八是吧，你就会所向披靡是吧，所向披靡。所以说在中国应该是丑到极处了是吧，中国这个社会应该是丑到极处了。其实胡锦涛也不怎么样呢，因为他那个时候还没下台，我有说是吧，中国人很丑，非常丑是吧，然后他们就搞了好像也是是吧，说中国是怎么美是吧，美个鬼是吧，那些也许有的美女是挺漂亮的，但是是吧，他们应该都得做婊子，都得干这个是吧，才能混一口饭吃，都是这样。只有做婊子像公号老婆这样，他才可能是吧，估计那个蔡奇就是他的情夫是吧，你看最近蒋婉正他们讲这个那个一定要蔡奇下台是吧，一定看看那个视频嘛是吧。那当然他这种做鸭的可能有点不让人家服气还是怎么，或者说得罪什么呢，可能公号还活着还是怎么是吧，反正就是一定要让蔡奇下台是吧，那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是吧。这蔡奇我直觉觉得是公号老婆的情夫是吧，不然的话他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是吧？因为它有这个巨大的特征，我这就不知道了。但是给我的直觉感觉是这样，是吧？所以说你这个做鸭的一定要跟这种做婊子的，做婊子出家的，他才公号老婆才有距离，也只有这种做婊子的他才有距离啊，把你抬到把你抬到这个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长这个位置是吧？你一般的女人那哪能只有做婊子才有这个距离是吧？因为他这个做婊子的那个王八，那个王八是吧？跟他睡觉那个王八，这个领导他会不遗余力，只有这些乌龟才会不遗余力，彻头彻尾的乌龟是吧？他才可能不遗余力的。支持这个做婊子的是吧？不管他是找鸭工啊还是什么，他都是不遗余力的是吧？你看这里清洁工也是这个，只有工号老婆他才可能安排这个，给这个清洁工安排那个什么，反正高个子女的嘛，给他安排的高个子女的，还有这个楼上的特务啊，这么多是吧？他整个在只有这种做婊子的才有这如此的距离，如此巨大的力量是吧？反正他跟这个跟这个给这个清洁工安排这个女的，高个子女的丑女啊，丑女，是这个土耳其本地人的丑女嘛，丑女。这里有的女的长得非常漂亮是吧？因为她的东西方交流可能也有的女的长得很漂亮，但是因为她是清洁工，所以是吧？她反正就是，我有听见鬼说，她说这楼上的这些特务都是习近平的，她说都是习近平安排来的。那以按照我的观点，我认为是公号老婆安排来的是吧？应该是公号老婆安排来的，应该这个老女人，这个老婊子还没有死嘛，应该人家生活得多好是吧？人家跟王八睡觉，这是很有道德的人是吧？很有道德，极端有道德的人是吧？极端有道德的，哪怕他杀了多少人是吧？那个他把那个王八的他的老婆又是什么我的国际司法老师给干掉，他也应该也是很有道德的，非常有道德的。所以我说中国是下贱人种，这绝对是不可能有错的，是吧？怎么可能有错呢？因为中国人一直就是下贱人种。那个原乡居士可能就是习近平福建班的人，是吧？绝对很可能。我感觉是吧，因为他里面一直讲你很怂啊，很怂，他可能怂，这个世界上最怂的应该就是我的是吧，最怂的就是我，应该他说的就是我是吧，他一直因为什么呢，这跟前面是吧，那个泼墨女，那个泼墨女的时候是吧，那个时候泼墨女的事情搞完以后啊，就我在网上，我在这个翻墙出来啊，就一直有人叫我也要去泼墨，对吧？也要去泼墨。那这个事情看上去虽然有点奇怪，但还不见得很奇怪。最奇怪的，我就是看了那个董尧泉那个八字，哇，我感觉这个实在是太奇怪了哦。然后现在再结合这个，原先讲的什么很怂啊，你很怂啊，是吧？一直在那里骂，他最近骂的可能稍微没那么厉害一点，是吧？因为也怕人家看破他了，他现在没那么凶了，是吧？之前的时候我看了那个董尧泉的八字，我看他八字是金局啊，金局，他当时我就感觉这个应该是福建班的人哦，习近平的人，应该是习近平福建班的人是吧？然后现在再看这个这个原乡居士这个讲的是吧，很怂，再结合一下，我感觉这个是吧，很可能他就是这可能是一伙的。那
那如果说董瑶泉这件事情就是习近平福建办炒作出来的话，那这件事情可大条了，是吧？因为我现在再回想一下，因为那八字实在是太奇怪了，整个就是金局啊，整个就是金局，是吧？那当然这个历史应该经得起考验嘛，是吧？现在应该是看不出来的，过些年就能看出来。因为是吧，他们可能应该说最怂的就是我了，是吧？最怂的就是我了，我也就说说话而已，其他的没有，是吧？你要因为这看我的历史，就是我周围都是特务，是吧？各种各样，就是大概是2000年，1999年的时候，可能1999年那个时候住在那个。啊，那个时候周围有王八，不知道是什么，反正我后来就把门关起来，后来我就搬走了，是吧？我是最怂的人，是吧？我是最怂的人。应该是这个样子，是吧？总的说，在中国最挣钱的行当只能是做婊子，是吧？做婊子，他就只有这些跟。纯粹的王八睡过觉的女人，这些婊子老婊子们哈，才有距离的啊，提拔这些压工嘛，也才有距离给这个清洁工送来女人，这个是，反正就是4月份他就安排了这一伙人，是吧？这一伙人，那后来可能那些女的又离开了，过了一阵子。离开完以后呢，过了一阵子，最近好像这些女的，这个丑女又来了，反正个子很高嘛，个子很高。这种女的就是，可能个子挺高的哦，身材好像挺不错的，但是，一看到她的脸嘛，没看见她的脸，可能就认为这是。美女是吧，一看到了脸啊，整个就是大打折扣了，是吧？给人的感觉就是大打折扣，可见是吧，这个脸也是很重要的，是吧？可见现代的人对别人的要求也是很高的，是吧？很高。比如说那个台湾的，不是有的女的是吧，她那个脸也是长得挺美的，是吧？挺漂亮的。身材也是够高的吧，但是感觉还是缺了一点什么，是吧？缺，因为他那个表演哦，他那个表演看上去那个外表是天衣无缝的，但是感觉还是，感觉还是有一些什么问题哦，这真的很奇怪，那可能那些人。文化修养可能是不够嘛，所以说啊，人对别人的要求可能会比较高一点。你看今天这个亚太是吧，又绿的，涨不上去是吧？那可能下午会涨啊，下午会涨，但是下午应该不是我的钱是吧？只要我再买进去，它肯定下午不涨是吧？只要我不买进去，它下午肯定会涨。下午肯定会涨，是吧？只要我不在里面，这个它下午可能会，应该会涨，是吧？反正这个就只能，像我这样只能做，短线是吧？反正这个不是我的财，是绝对不能碰的，是吧？总的说，在中国大陆就是做婊子是最挣钱的，是吧？这是最挣钱的一个行当。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的，反正就是一定要做婊子嘛，因为，比如说公号他当然你可能也有点资历是吧？但他可能他就长得比较帅，那一般的女人，只有那些做婊子的人才有资格看上公号，
这单位里面哦，长得帅的男人，帅男人也只有这些，就这些做婊子的才更有实力看上这些人，是吧？就在单位里面一定也是得是那些做婊子的，不然的话，除非你是公主，是吧？你是某某公主啊，比如说人家讲那个华为公主，是吧？华为公主也可以称，反正一定要这公主级别某某公主这样子才有资格看上这些帅男或者说不丑的男的，是吧？这一定都他都是有价码的，他这个都是有价码的。因为你看一下那些那些长得还可以，他还想往上爬嘛，还想往上爬，也只有这些做婊子的，是吧？跟领导跟那些丑彻底的王八，绝对的王八，睡过觉的那些婊子们，是吧？才更有资格看上这些这些帅男，是吧？因为你有什么背景？你既没有背景，你的背景不行，是吧？所以说，在中国就是赤裸裸的，赤裸裸的最丑陋的，是吧？最丑陋的一面都在中国呈现出来，是吧？所以说这中国是下贱人种啊，下贱人种这是绝对的。因为我说的这个话绝对不可能有错嘛，因为你看跟那些人所讲的都是吻合的嘛，是吧？他说当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那个是无辜的，是吧？所以说我认为我说中国人是下贱人种这句话绝对是一个真理，是吧？因为你看一下中国革命一直革命，是吧？好像都不行哦。那你看日本人他没经过革命啊，他只对外战争过，是吧？他就明治维新完以后他就走上民主的道路，所以讲我这个说法是不可能有错，是吧？还有就是如果那个泼墨女就是，我认为泼墨女就是习近平福建帮搞出来的，就是习近平福建帮搞出来，然后一直叫我三番五次的一直叫我，是吧？也要去泼墨，一直，是吧？然后你再看这个云香居士，一直讲很怂啊，很怂啊，是吧？一直在那里叫骂，是吧？一直，那有什么仇恨呢，是吧？他就是，这里面呢是什么事情，应该稍微有一点脑子的人都明白了嘛，是吧？还要补充一下，听见鬼讲话，他是说这个安排来的这个高个子丑女，是吗？他说她是习近平的女儿，是吗？那可能习近平呢，可能很多性爱视频落在公号老婆手里嘛，是吧？因为只有这种做婊子的人，他这个行贿受贿做得特别彻底，是吧？然后他后面有一只那个王八，老王八的嘛，福建高级法院副院长那个是吧？1989年的福建高级法院副院长，这个老王八全力支持，所以说是吧？他才有这个胆子啊！不然的话，你想一想，公号老婆那是什么了，是吧？赖昌星是什么了？这是一个一般的城市的人，是吧？他就是，他都靠睡觉、靠行贿上来的。那要他为什么鬼一定要说这是习近平，是吧？他是说这个。那很可能他给他送了很多，给习近平送了很多女人嘛，是吧？很多女人他这个性爱视频抄在他们手上嘛，抄在他们手上。因为他这种人都是很多女人嘛，很多女人有自己正宫娘娘还在，还没死嘛，还活着。然后他这个又给他送了很多女人，是吧？你不是说一个两个情妇，是很多很多女人。那性爱视频那是很多落在手上，是吧？那像我这样子的没什么意义，我反正就是没有丈夫没有男朋友，是吧？那这种事情的话那就无所谓了，因为你是一穷二白，是吧？他反正就是讲，他就说这楼上的这些特务都是，他说都是习近平，他鬼老是说这是习近平哦，然后说那个高个子丑女是习近平的女儿，
有说过一次，那反正说他们是特务，习近平派来的，这个说了好几次，说了好几次，听见鬼讲话，那可能也是有他的道理嘛。我这个，这是脑控呢，还是真的鬼说的？我这就不知道了。